港姐透明新赛制，转玩录影睇明。明明港姐系直播噶嘛？啊，前晚头拍，啊玩晒巴录影，十点打后先至系 live 咯，睇到我一头雾水。呢个录影咧，我哋其实都之前谂咗好耐嘅，因为其实啲镜头好复杂。今次我哋个景系360度，同埋咧，我哋好想好多佢哋倾偈嘅。啊！寻日出嚟解话嘅高层，仲解释埋观众投咗嘅票去咗边度添。嗰五个咧就直入噶啦，投观众嘅投五名，剩翻嗰五名咧就系拎住我哋嗰个星级选民。除咗嗰五个之后，就嗰个一至十根据呢个排名，然后变咗六七八九十。但有几多 percent 嘅得票咧就冇讲到啦，几多人投票都冇讲。Oh my god， 个箱好黑咯。昨日咧，我哋個票數係咁樣嘅 ，total 嘅票數係有36万票，真係入咗去投票嘅人咧係9万人嚟嘅，因為我哋每一個 user 咧係佢一個電話號碼同埋一個好似係身份證，係我只不過係唔想混亂啫。喺 final 咧，我哋係將所有票都公開嘅。佢仲話試新嘢實係有沙石嘅喎，哼！上年玩全民投選港姐送車車車車車車車。就当 server 咯，咁希望今年啊冇黑客啦。